米洗过了要先泡四个小时。那我今天用12杯的米，用八杯米的水。那你就是像这样要开始要用那个肉汤去炒的时候，那个水就不要，水不要下去，就直接用肉汤，所以这个米就拿出来就好。可是还是很多水啊，就你一点点没关系啊，不要太多，因为太多的话它的米会太软，太软你还要下去水煮的时候它就会，因为它这里已经吃很多水，软体比较软，就变成那个下去，等一下，这个肉汤马上上。那个梅花肉煮的时候要，就是切块下去，还有加那个红葱头下去。这应该就可以了吧，就把它拌匀啊，接下来就是拌炒的过程。对啊，然后就加一点点那个馅料啊，一点点那个，那么一点点啊，这样比较香啊，不用多啊。你加那个肉汤下去炒啊拌啊，然后不要全熟啊，就收汤汁了，然后这个米看起来有比刚才的膨胀一点点的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原来的米是这样，我只看得出来它是白的，原来的米是这样子比较小啊，现在稍微膨胀啊，有稍微膨胀起来的，你就觉得它好像变软软的，比较软的那个感觉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脚会痛。拌汤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汤是卤肉的汤，所以就会比较香。我加一点点馅料进去，这样子。好，馅料再走。先起锅。啊，这个的那个什么？这个的那个什么？哎 ，recipe 详见上一篇。小火不要大火，大火就比较容易。小火。这个起来还没有办法马上包，你要放凉的。如果像这样子粽叶，开始。如果像这样粽叶比较大的话，那、不就先旋转吗？一片就可以对折、啊、旋转、啊。对啊，你就所以大概中间左右了，右边可以短一点点了，让它左边。我都左边短，也都有一边短一点。对，就是左边要短，右边比较，左边要比较长的。这样子、就是右边比较短啊。有没有？好，就是要让它这样。嗯、然后大概就是因为你要看你的粽叶的长度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。粽叶比较小，你折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整个长度不够，这样就会你会包不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我大概都会是就是少一点点，右边让它短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大概一匙多一点，因为有的饭会粘在上面。那你这里弄的时候，就是让它就是这样，上面比较多，下面也有一点点，因为你要让它有一个。
中间是空的凹槽，有一个槽，有一个凹槽，有一个凹槽的感觉。漏斗形，漏斗形。然后这个肉，这个馅料先放进去，肉放两块是不是？肉我是放两块啊，肉跟馅料都是随自己喜欢的、啊，要多要少都可以。那我要放过去五把粽，上面就再多一点点，这个就大概第一次放一匙，第二次也放一匙。然后这个第一次米是放一匙半，第二次也是放一匙半这样子。然后要能够那个手要沾一下水，不然会黏。这里，外面后面是手掌比较宽，前面这里让它比较尖，三角形这样。我会先压一下就对了。对，我会让它就是按紧一点点的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扎得很紧，你的粽子就不会结，打开就散掉了，就变成糯米饭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要按压，然后再把它两侧折起来。这个要小心，不要它有时候在折反折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它的长度刚好在这里一折，它就会断掉破掉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这个点。如果它刚好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要把这个头剪掉，像这样子这个头把它剪掉。啊，像这样子的长度是不用的，这样子反折回来，好这里。绕两圈线，这样拉回来，这里呢，绑一个蝴蝶结，这样子。那、啊、如果像这样子，叶片比较小，叶片比较小，你就要用两片。还有那个叶片要拿起来，说有正反面，这个是背面，这个是平滑面，我们要用平滑面在内这样子包。那像这样子，这个比较小，你就要用两片比较小的叠起来。那叠的时候就要让它是尖的对尖的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头对头在一起，它要屁股对屁股，这样，然后一样，就这样长度就会拉长。所以你的粽子如果你要包比较大颗，你就要一定要用两片。那我们都包小小的一个圈口，大的我们就用一片。叶片就可以。那因为像这个为什么要用两个粽叶，因为它长度不够。你这样放折起来，好好好好好，这样好，那一样就是这样放折。然后这里的宽度也很重要，如果你这里反折点在比较里面，你这里就不够，你要让它交叉点是在比较外面的地方，比较外面这里这样。如果你让它在很里面，你这里就很浅，就没有办法包，所以你要交叉点要在比较外面的地方。你没有办法嘛，你用手这样把它折进来压一下，它就会在这个点。如果你没有压，它就会跑到里面来，看你的手指放的位置，你要放在这边折一下，它就会这里深度才会够，然后就继续包。这个尽量不要让它一直开了，要让它比较垂集中这样子。粽子捏捏，这样就三角形。这边是靠手掌的地方，这边是指尖的地方，这样。因为是前面在用力，前面捏，后面压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就要这样折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，不要点到那一个点，压到那个点，粽叶就破了。
好了，发好了粽子之后水煮。那像这样子第一次的时候，就是水是暖的，还没煮开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把粽子直接放下去煮。这样子的话，大火，然后我们可以让它煮到水开了之后关小中火，然后煮15分钟就好。那那个因为第一次就是水是凉的嘛，还没有煮开来，所以它要花一点时间。那如果你是连续煮的话，第二锅第三锅就是水煮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把这个拿起来，然后第一次的第一锅的拿起来之后，煮第二锅的时候把第一锅的放在上面的蒸笼，那再蒸15分钟，等于是那个在煮第二锅的时间，第一锅的在蒸，这样它都是15分钟15分钟这样就可以。像这样子水煮过的粽子，它会比较有那个粽叶香，但是相对的它比较容易坏，所以我们会就是让它再蒸一下，蒸15分钟，把那个水汽蒸的比较少一点，干一点这样子，然后饭也会吃起来口感比较 Q 一点点。15分钟了嘛？然后这个要拿起来，把它放在蒸笼。等一下要继续蒸，但是要把第二锅的放进去，蒸第一锅的同时把第二锅放下去煮。这个一定要再加水。然后再加水哦。要加水，一定要盖过粽子。哦，盖过粽子。水要盖过粽子，才会煮熟。不然你会变成没有淹到水的那个受力度，那个热。那我可以把它塞下去吗？不够，它会。热度不均，对，熟度不均，它就会有的生，有的没有那么熟。可以了吧？对啊，那瞧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瞧一下。你看哦，瞧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把它放上去。煮第二锅的同时蒸第一锅。我知道。我就这样子。在15分钟之后，再把这个第二锅的拿上来，第一锅的收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